猫猫狗狗齐捐血。相信大家成日都会听到捐血救人，但你哋有冇谂过，当有猫狗受伤嘅时候，佢哋好需要血液嚟拯救嘅呢？其实，当猫猫狗狗受到病毒感染、遇到车祸、贫血或者要做手术嘅时候咧，都有机会需要输血嘅。在香港、台湾、美国、英国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宠物血液银行，欢迎年龄和体重合资格的健康猫狗捐血，让他们都可以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动物。